欢迎各位再次收看我的玩具开箱时间，我是胡服骑射。今天呢，大家做这一款是 KO 的 MPM 10的精图版本。那么突然想起呢，前一阵子呢录 MPM 12嘛，那我才哎，我好像 MPM 10呢一直没有做开箱。好吧，我会尽量哈抽点时间把它给拍一拍。这个是正版的一个玩具，其实它的变形手感真的是非常的好。那基本的配色其实本来也不算太差了，它的本体的配色我真的觉得还算可以接受啊，素是素了一点啊。那么主要的话呢，还是在它的武器啊，武器真的就是非常的简陋。那今天的话呢，就给大家呢做个简单的小对比。这一款精图版本呢，已经是这一家 KO 商的第二款的 KOMPM 10了。那先前有给大家做过另外一款，也是一个比较消光，一个比较也是一个精图的版本。那么这一款只是用了电影第二集里头的一个配色，在电影第二集里头呢，Starscream 呢身上呢多了非常多的外星刺青啊，这个呢甚至通过电影的台词啊，这个美军的话呢，他透过望远镜看到了空中巡逻的这个 Starscream 啊，直接说了那个家伙身上充满了外星刺青。当然，外星刺青的话呢，都是。除了这个黑色的条纹之外啊，那我们通常在电影里头大概只能看到这些黑色的条纹，但是这款玩具的话呢，却还把一些非常小的一个三星文字呢都给印上去了啊，像这里写的啊，胡夫骑射长得不帅嘛，对不对？这里海之宝是良心企业啊，对不对？写的都不是人话。那这个的话呢，各位知道一下就行了啊。底盘的话呢，也是完全的涂装，因为它是全机涂装。大量的银漆啊，那么由于这一些配色啊，还有这个银漆，还有这些外星刺青的缘故啊，它身上的裂缝的话呢，感觉有稍微被遮到，但是呢，有几个地方的话呢，我以我手上这一款吧啊，在这个地方，它应该是有两个卡扣啊，我有一边呢，怎么样也扣也是扣不太到，不过无所谓，它玩具的一体性已经非常好了。那各位也可以对比一下啊，这个两者之间。到底你喜欢哪一个呢？我相信，也不会全部的人都喜欢这个配色了啊。那这个的话，其实也是相当的不赖。那最主要的话呢，我觉得差别比较大的话呢，还是在武器啊。我们把武器呢做个对比好了。这个以武器来看的话，就真的是差得非常的多啊。这个可以说是 MPM 10的话呢，是完全没有什么涂装可言的。那这个的话呢，做了多层次的分色，还有这个点缀，什么都有，上面的导弹啊什么的都是做得很漂亮的一个加强的一个涂装。那么这个小枪的话呢，也是一样的啊，这个上方的银漆的量啊，跟这个完全是不能相比。当然也是一样，都可以转动啊，但是以转动的手感的话呢，这个。这灰模吗？还是这个原本的话呢？原版的话是好上很多，然后这个电锯啊，这个完全也是整个都是一个几乎都纯白的，只有电锯上面呢有一些银漆，然后这是一个补强过后的版本啊，像这些红色的管线啊什么的话呢，都是还有在做上一些补色的啊，差别还是比较大。那本体的话呢，你喜欢哪一种色调？这个我是比较，还是那句话啊，你喜欢哪个配色？我不知道。但是以武器的部分的话呢，确实是强化的非常的多。变形的部分的话呢，由于先前已经给大家拍过了啊，那这一款正版的玩具的话呢，日后会再拍一个逆变，所以变形的部分呢，我们也就不是这一期的重点，我们主要来看一下它的一个涂装，还有一个小小改模的部分。首先是涂装啊，这一次整个大量的银漆布满了它的一个全身的机体。那以单独正面来看的话呢，其实 Hasbro 的这个版本的话呢，正面。我认为问题也不算太大啊，它的一个主要的弱项还是这个脚后啊，这个小腿后方整个的话是没有任何的涂装，也没有什么补色的，后方背部的话呢也是稍微的，因为细节刻画有，但是涂装来讲的话确实是不怎么给力啊。然后这个螺旋的这个涡轮里头呢，还有一个不同颜色的一个分色，可以说呢背后的话呢缺点是比较明显的，还有这个所谓的这个屁帘的这个部分。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款的话呢，就改善的非常的多，整个的一个涂装的话呢是非常非常非常还原到电影里头 CGI 的一个形象啊。那变形的时候呢，就会非常的紧实啊。以变形的手感的话呢，还是推荐官方的版本会好上很多。这一款这个精图版本的话呢，在变形的时候呢是比较紧的啊。那么这个脚的话呢，这个地方的话呢是稍微有点偏松，是这款玩具最大的一个毛病了。然后背后的话呢，可以看得到啊，它的这个部分，这个涡轮的这个部分的里头呢，全部把它变成黑色，色调做了一个统一啊。
后方的话呢，由于很多的这个银漆跟外星的这个刺青铺上去之后啊，就没有那么空洞了。然后呢，多了这个反折的这个披帘啊，这个可以看得到非常的明显，以及小腿后方啊大量的补色点缀，以及的话呢，还把一些可能塑胶啊直接用黑色的来做一个成型色，所以就看上去的话呢，就立体感程度的话呢会比较强很多很多了啊。那么呢，这个的话呢，完全就是卖涂装的一个作品了啊。那变形的手感推荐还是官方的版本比较好，但是如果你是做一个摆饰的话呢，这一次的这个精图版本的话呢，确实是给人感觉非常非常的精彩。变形的话呢，也没有什么掉漆的状况，这一点的话呢，是经过数次的变形之后啊，我真的觉得这一点还是做得挺妙的啊，只是在部件的密合的时候呢，比正版的话呢要稍微多花一点时间去做一个推移啊。那么今天的话呢，就跟各位进行到这边，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